我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相信，尤其是黎浩一。太捧他了，不可以这样。什么？什么？你那个说，你有说什么太过分？我没拿老婆摸打你什么说什么？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不要走，我没有说回应，我没有说回应。我说，他是全台湾最会、最会、最会、最会。哇，从下节被我气的，被我们弄到一个不行。他现在导演都没有看到他。他尬，他尬。不要躲啊！躲什么东西啊？你是很会。这个不给一只小动物做。导演破译哥就交给你了。他现在是我们他现在是我们的刘老师。刘老师，我们都不敢乱来的。不会不会，他很认真。幸福幸福，幸福我还是出来好了。